阿摩十八手，少林连环拳，少林五拳，少林柔拳，少林照阳拳，子母少林拳，六合拳，少林大战拳。我靠，还有轻功啊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少奇。前段时间我收到一个粉丝的留言，他说他特别痴迷于武侠小说，还有电视上的武侠电视剧。他告诉我现在网上有卖的这种武林秘籍，但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想让少奇买来测评一下，能不能达到电视上的那种效果。如果达得到，他想买一本。少奇给大家买来了，看看网上卖的武林秘籍到底是真是假。打开快递包装，里面又是一个纸包装，写的少林武功，用我多年的内力把它打开。少林武功，这边还印了一个印，我不认识这个印是什么，大家认识吗？这个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一本古书了。这上面还有印的燕京，当时定价只有1.98元。废话不多说，帮大家打开一下。哇哇，少林武功是一本系统介绍少林派武术的综合性武术丛书，全书达30万字，近2000幅武术套路插图，少林武术名冠天下。看拳法，阿摩十八手，少林连环拳，少林五拳，少林柔拳，少林照阳拳，子母少林拳，六合拳，少林大战拳。我靠，还有轻功啊，阿弥陀佛音，阿弥陀佛音。还有达摩易筋经，易瘦阴阳法，少林禅修，陆地飞行法，空手入白刃，铁布三功，螳螂爪。我的天呀，如果我学会了此书岂不是很牛，又会轻功，又会达摩易筋经。其实我这里面最感兴趣的就是轻功，给大家看一下轻功怎么介绍的，给大家念一小段轻功的描述。轻功虽然不像小说里那样的飞檐走壁之玄，但确实存在。在少林72艺中就有串重术、轻身术、跳跃法、一线穿等名目，它与跳高跳远不同，无需奔跑鼓势，只需两足一蹬即可起高和跳远，其身法轻灵，步履轻健，落地稳妥。练轻功异常艰苦，自始至终学成至少需要10年左右。 Hello It's me。 我云要这么久啊。孙少奇学武术的方式：先这样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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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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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我们这节课的学习进度有点快啊，你学会了吗？反正我是没有学会，不过如果认真学的话，它里面描述的细节还是挺多的，每一招每一式基本上它都写了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。我刚刚给大家翻了浏览一下，应该没有电视剧上那么夸张，但是强身健体应该可以的，而且这个所修炼的时间都很长，光轻功一个就需要练足足10年，这么多武功全部学会估计一辈子也学不完。看来武林秘籍不是那么好练的，想不想学武功？给大家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啊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没学会也不要紧，我们再复习一遍。复习完了，我们再巩固一遍。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学了3遍了，希望这本少林武功能让你达到武林巅峰，得到武林盟主的位置。那么粉丝小伙伴推荐我买的这个少林武功花了我多少大洋呢？这本少林武功花了我69块钱大洋，大家感觉值不值呢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，记得帮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哟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